现代人三 C 产品使用过度，尤其是小朋友生活中要接触到三 C， 真的是家常便饭，你就算再怎么限制再怎么禁止都很难避免。这个时候该做的呢是帮小朋友做好基本的保护。大家都知道要靠叶黄素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我会跟你推荐一定要吃我们的金宝贝？第一个当然是首要条件，就是不管这个产品再有效，但是要小朋友愿意心甘情愿的吃到肚子里才能发挥效果，对不对？金宝贝它是果冻剂型，很多小朋友他是因为是胶囊或者是药锭，他本身要吞就有困难了，你要教他怎么把这个东西吃到肚子里，而且还是每天要补充的，更不可能，最后搞到妈妈跟小孩都很累。再来呢，就是有些产品它会有小朋友觉得的药味，只要有这个味道小朋友基本上都不吃的，所以呢金宝贝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酸酸甜甜的果冻，小朋友不知不觉就吃下了一肚子的营养。再来呢，你除了补充叶黄素之外，是不是还要补充一些益生菌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保健食品？但是金宝贝你只要一条，里面就有后生元还有虾红素，你只要一条就可以做好小朋友所有的保健。妈妈是不是很轻松？小朋友当然更轻松啦，每天吃一条你不用提醒，小朋友自己都会吃。连我儿子非常挑口味的，之前的保健食品他完全都不接受，因为他觉得不好吃啊，有药味啊，很麻烦啊，要吃好几种。现在呢他自己默默的就会去拿一条金宝贝吃，你完全都不用再去注意他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